Hello， 春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春友。最近呢，在腾冲哈有一段时间了，老料收了不少，然后呢还想继续收一点。现在确实是难搞啊，因为说现在很多老人家的料子啊，价钱出不到，他们也不想卖。有一些品质差一点，咱也不想收。今天正好没啥事呢，到朋友这里啊，他这边有个会所，料子也不少，带大家来欣赏一下，看看啊，能不能淘一块。哎，这没你穿的少啊。哦，哎，小七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好长时间了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我来这有一段时间了。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是吧？给那个他们送料子，看一下。送料子啊？我也是今天到朋友这儿。哦，刚过来。你不冷啊？你这为了青春美啊，这是冻死都不后悔。美丽动人吗？美丽动人，是是是。有啥好料子我看看呗。哎，我也过来正好看料子，我最近老料收了很多。哦，好，你看一下吧。你不冷，我开。这个小腕可以弹是吧？可以弹。哦，妹妹很大气啊，这个不可以啊，但是这个可以啊。为什么说这个你够意思的妹儿？这个也就是看到小腕的价格啊，就是说有喜欢的可以做点牌子，打点珠子，就是明料了啊。这个可以。但是说这一块料子呢，最毕竟还要去搏嘛。嗯。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两个料子你对比一下嘛。我对比一下，我肯定喜欢这个呀，这个就顺带把你烧上。这一块也不错啊，这个是会卡的啊，青蛙皮，这个底色有点那种果绿色啊，嗯，其实这种东西上灯下去的话，只能就是说看到它的一个总水长与短，颜色呢，可能你看在灯下它是这种颜色啊，这灯拿起来的话它有点发灰，底子有点发灰啊，灯上去的话就是发那种湖水绿啊、苹果绿啊那种感觉啊。会卡的料子啊，水长但是总嫩，这一块是例外的啊，这一块总也可以开窗面积这个位置啊。在车顶我还真有点热呢啊，云南这边太阳很足啊，要不然妹妹穿的这么少。辣妹呀、啊、辣妹，这边辣妹多吗？没有瑞丽的美女多吧？这边瞎扯，开玩笑啊。说归说，这个多少钱？十万吧。这个十万啊。十万，你下边这个位置都变肿了呀，这一坨、啊、咱们就是赌这一坨水能吃进去多少，赌两个牌子，这个东西我也就只能看到小万的价格，就这个料子啊，这个价格真的已经算很少。你急啥？你别着急，我靠，这你一点对我妹，我跟你说性格老猛了啊，他就是这个性格，这么多年你一直也没变过，你有没有男朋友呢？现在没有。
有单身的，就因为这个单身的。没事，我这里边的大哥多，我买好了之后我给你介绍点大哥，好不好？嗯，可以可以。五万。八万。八万卖价。对。我给你加一口6万，能行就行了。这一块给你2万，两万，6万，一起8万，8万块钱2块吧，对不对？你说8万就8万，但你这块送给王哥就好了吧？2块一起8万嘛。2块一起8万怎么行？我1块就卖8万，对吧？2块如果说我你看我们都是朋友，2块我就给你10万嘛，你拿走。说实话，这个种水料还是有脖头的啊，它不像这种料子，3万2万的买回去坐着玩啊。就是说这个当然空间要大一点，这个东西如果说喜欢做成品的可以玩一下这个东西，但是喜欢玩薄料的啊可以玩一个这个东西。这个薄啥呢？薄手镯，可以薄镯子啊，因为说看到这一边的表皮是非常完整的，而种水也非常的好啊，实型也非常的好。如果说能出镯子呢最好，出不了镯子呢，像这种挂件的话种水也是很高的啊，应该是最起码正兵打底的，就是薄它的一个裂。出2个牌子、3个牌子、4个牌子，随心挂件，那一大堆，嗯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我8万块钱，你拿2个怎么拿得走，对吧？买一个送一个嘛。然后呢，你这边以后有料子呢，我也说了，我这边搞了一个中介公司，也就是在前面一点点。完了，到时候你有好的料子，你可以放我那块儿。你这边认识朋友的话，也可以往我这块放。我跟一个合伙人在这边搞，料子确实不少，差不多上千块品质料都有，上千块。哎呦，不是，你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。就这2个10万块钱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你就拿走，不要我走了哈。2块10万呢？对。来看看这料子，看这。你一天到晚在那瞎瞅，你都瞅几遍了你？看看这油性，我不得好好看看吗？10万8万的你。不是，你看呐，他这个品质这么好，这个。你别笑，这摄影师都笑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品质这么好，这个也不差哈。就这些，10万你要不要？你不要，我真走了。我真走了。哎呦我操，你这家伙真猛啊，这石头等会儿我的了，你就别磕呀，这家伙。等会儿你的不就啊，2个10万拿走。我不要了，你磕坏了算你的，我要了算我的，对不对？嗯。这样吧，再给你加1万，9万，长长久久。嗯，这一块你拿过去给别人再看看，这一块我不怎么对撞。我刚才说10万，我看你王哥也不差1万块钱的人呐。真的是。10万10万吧，给妹妹开个张啊。给你开个张，10万就10万。这要是别人的话，真的高低这1万块钱我不会加。妹儿，你看这10万块钱不香吗？嗯，你点你点一下。不用点，我相信你的人，王哥。你点一下，点一下嘛，点一下。生意归生意。嗯，可以。好久没有收到现金了。好久没有收到现金了是吧？现在都是微信转账。金钱的味道好是吧？真好，很好。完了之后呢，以后有好的料子，第一时间联系王哥。既然说咱们在这个腾冲这个地方碰头了嘛，互相关照，好吧？有事打电话。好，好吧。嗯，那你先忙。完了之后，我这本来准备进去喝茶的啊。完了之后，朋友还等着我呢。我赶紧去了。啊，哪天有时间咱们一起吃吧。嗯，好吧。完了之后，你把这个料拿走吧，这2个料子是我的了，我就放后备箱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啊，妹儿，那我就进去喝茶了。哦，好。好吧，那下次我们有时间再聚嘛。行，完你该忙你的吧。哦，这边美女真多哈。嗯，拜拜啊。嗯，拜拜。